匈牙利的老将塞贝斯丹。塞贝斯丹也是已经连续参加过将近七八届世锦赛了。今年28岁，28岁在女单项目上已经算是高龄了。本节目之后排名第10，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第17名。本赛季他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拉丁钢琴家布拉斯奥的音乐选段。匈牙利老将塞贝斯丹，这已经是他参加的第10届世界锦标赛了。
这名选手是04年的欧锦赛冠军，也是匈牙利在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欧锦赛冠军的女子单人滑选手。他在世锦赛当中最好名次是第六名。刚才的这套自由滑中比较明显的失误，就是三周跳跳成了两周，然后还有一个三周跳起空。波他结束前的原计划做的户外点边两周，后面又接了一个两周，这是还是不错的，因为能多跳一点，他的分数呢就能高一点，而且他还是在规则规定当中之内，他没有超过。我们不要小看多接的这个两周跳，如果普鲁申科在今年的温哥华冬奥会自由滑当中多做一个两周跳，可能就不是这一次的这样的结局了。在规则当中，自由滑比赛最多允许做三个连跳，如果选手因为场上的状况没有做够，比如说原计划做的三接二落下了后面那个的话呢，他可以在另外一个三重跳之后把这个动作补上，但是他一套节目中不能超过三个连跳，而且这三个连跳当中规则也允许有一个连跳是由三个跳跃组成的，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三接二接二啊，或者三接三接二这样的跳跃。他的旋转还是很出色的，柔韧性也很不错，能够保持到现在确实不容易。技术分42.28，节目内容分41.56，自由滑成绩排名第九，两套动作的总分是147.66，目前排在第九。好，现在女单自由滑第三组比赛就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来。